前几天开始哦，菜都已经起价了。中华甲云林产地农民是赶紧抢手，菜叶啊、类甲葱啊的价钱已经拢起两成到三成。大商是表示讲，即阵啊起价是因为过道哦，拢会落雷公雨，佮加上风台要来，预期的心态。民众到菜市啊买菜，也看到济济菜色拢已经起价了。当然，龙须菜69，那最便宜的也是那一些而已。像中高丽菜都32块了，然后这个还算便宜，还在卖35块、38块都有啊。受到风台的影响，油菜类起伏上大，大约是两成至三成。也那各类菜含葱啊，一大斤是起三成至五成。另外，瓜果类含根茎类的价格，含顶礼拜比起来是差不多的。因为这几日阵啊，拢常常暗时拢落大雨，你菜都冻袂掉啊，那咧散温暖的，伊免来冻会掉，一定死去烂去嘛。云林西的果菜市场日日透早都无用得进货。果菜市场表示，这礼拜的平均大卖价比顶礼拜是起三四成，其中各类菜的起伏是上大，也那小白菜甚至价格有起超过一倍哦。顶差有三分之一，你24块升顶起来到36、7块，拢有啦。你做各类菜你去嘛，真济啊。也那中华农民为着要减少农损，也赶伫咧风台来进前赶到园啊，抢收盐水和苦瓜等等较惊风雨的农产。惊风啊，唔惊雨啦，雨较无要紧啦，惊风啦，风出来这枝啊吼，你出来拢全爆落，拢无效啊。农民表示，因为前一阵啊，过道到了西北雨，搁再加上即马风台的有机心理，所以菜价嘛对得起，拍算是爱到后礼拜菜价才会渐渐啊回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